大家好，我是江西老表雪原。大家好，我叫杨小花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小花的一个堂妹家里哈。小花现在找这个堂妹来她家里玩一下，走动走动哈，因为这是重要的一个节日，彩灯节啊。这个堂妹的话还有一个姐姐啊，有两姐妹，她还有一个弟弟哈。因为家境比较贫寒，听说他们。两姐妹的话，这个才20岁左右吧，还有一个23岁的一个姐姐还没有嫁出去啊，两姐妹还没有嫁出去，因为家境比较贫寒哈，家人们看着他们的房子，所以还都没有嫁出去啊，家人们。她们两姐妹还没有结婚呢，为什么？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没有这个结婚还没有嫁出去呢？我问一下小花哈，小花。小花，你这个表妹啊，还有她姐姐没有结婚，都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？小花，他们家里很穷，啊，家里不太他好，们家里没有钱，他哦，们家里就是有2头羊，两只羊，2只羊，就是他们如果要结婚的话，他们要给男孩子给什么了？那个，他们男孩子需要给女孩子彩礼，不，女孩子给需要男孩子彩礼。哦，女孩子给男孩子。所以他们家里没有东什么东来，西，他们没有钱，所以他们不结婚。他们女孩子是要给男孩子么多少钱，所以东西给他们家人没有，所以没有结婚了。哦，所以就是他结婚的话，结婚的话，他给一个男孩子结婚的话，需要给男方的话，摩托车呢，给钱呢，给嫁妆，然后他家里面比较穷，然后。还没有男孩子喜欢他们，然后没有男孩子来娶他们哈。他还有一个姐姐，二十几岁了。小花，小花，他姐姐多少岁啊？他姐姐，我问一下他姐姐多少岁啊？他姐姐22岁了。哦，姐姐22岁了，还没有结婚呢。他这边在农村的话，22岁已经属于年纪比较大的了。这个还没有结婚，就是因为他们家，小花说啊，因为家比较穷啊，家人们。然后没有给不出这个陪嫁，所以一直还没有出嫁。这个妹妹的话也将近20岁了哈，然后她姐姐22岁还没有嫁出去啊。这个还有个弟弟17、18岁。行，我们看一下她家里好不好？我们去她家里看一看。那我们看一下她家，这就是他们家的两间房子，她和她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哈，5个人住在这里啊，家人们知道吧？5个人住在这个房子，两间房子应该。哎，这是一个被子啊！哎，睡这里，我靠，这个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啊，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天哈、啊。哎，这是他们家的这个，哎，吃的哈、啊，哎，这是这个吃的，我们就不吃了。这个他们家确实条件不太好，因为今天是过彩灯节，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哈、啊，所以，我们就不吃了这个，不吃了不吃了。小花，哎，方便看一下这里，这没有灯吗？黑灯瞎火的这个，这个还有灯吗？哎，有一个灯，有一个灯，这里有一个灯啊，通了灯了，不错了，不错。这个我以为没有灯了，这个，这是他们家做饭的地方吗？这是他们家做饭的地方啊。哎呀，他们家睡觉的地方，然后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？这个，这是晾了很多衣服哈、啊，很多衣服。是他们家睡这里吗？小花，小花，他爸爸妈妈睡这里是吧？然后他睡哪里啊？他爸爸妈妈睡这里，然后他，他在这里地上睡觉。他在这个地上睡觉啊？地上睡觉不冷吗？怎么不打个床啊？那个，哦，这里有那个，用这个垫的哈，用这个垫，用那个泡沫塑料垫在地上，就睡地上，感觉有点冷啊。这个四面漏风啊，那个这个房子，四面漏风啊，家人们。真的不知道他们家如何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啊！这个四面漏风的房子，这两个女孩子两姐妹啊，因为家里面比较穷，没有陪嫁，所以都还没有嫁出去啊。这个，家人们看一下他们家的房子啊，这是关羊的，这个还关了一条狗，这就那里一个小房子是那个女孩子住的，这个和她姐姐，然后这是她妈妈和爸爸和妈妈住的这个地方。哎，我都不知道厨房没找到啊，这个。小花，小花，哦，厨房找到了，就在这里。这个里面刚才看到了，他们在这儿做饭呢。小花，
小花，小花，你妹妹他们家吃饭在哪儿做饭了？在那里做饭啊？哦，那里做饭，那个做饭的地方。啊，这里做饭啊。怎么就这么小？这做饭的地方。就这里做饭哈，打水。哦，这做饭的地方两间房间哈，一个是他两姐妹住，还有和他的弟弟，弟弟都十六七岁了，这个三个人三姐妹住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真的是住房条件太过于拮据了，感觉就跟原始社会差别不大呀，那个家里面比较穷哈，比那个山下住在他们住在山上哈，比这个山下，你看山下还有一些人家的话住的是那个砖头房子啊，有些人条件还是可以的，山下那个镇上啊，已经过上了这个相对说还好一点的生活，他们家住在这个山上啊，山上就有点那个拮据了，这个比较穷，拿不出彩礼啊，拿不出陪嫁，然后两姐妹都没有还没有嫁出去啊，家人们，因为他们这边的话是女方给男方陪嫁的，家人们知道吧，没有陪嫁的话，这个男孩子可能是不会娶这样的家庭的女孩子啊，这个因为他们这边相对来说是女孩子比男孩子要多一些的哈，多一些，所以相对来说再加上他们的风俗就是女方给男方这个陪嫁的，所以没有陪嫁的话，家庭条件不好的话，想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的话，在这个贫穷的人家来说的话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哈，有一定的难度的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每个地方的风俗跟我们都不一样哈，不一样。好，那么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吧。来，小花，再见，下期再见，啊，再见。